Dai.想吃包菜吧，我他妈出来哪次了，拉那么轻的小莲蓉，走走走走，哎呀，我的偶啊换了，喂喂，他一刀，他有他的想法。喂，喂，他也不是吃东西。嗯。你要去哪里？一大一小。我小鸡啊。怎么了吗？为什么你的腿？跟瑞瑞很像吗？怎么又腿粗了？怎么那么紧急？林果他手上不知道拿什么。高丽菜。哦，拿的菜。嗯，高丽菜，他就荡来荡去。嗯。嗯，那这好看吗？但是都没有抓草哎。打架！跟你们两个好像，你们两只就是那两只啊，给你们拍起来。然后生气了，那个宝贝好像，哎，宝贝，你看他可以好像。哎，对，那你不能用暴力啊。宝贝，你看他自己挖了一个圈圈，他是想在里面睡觉。围起来，保暖。他自己做一个棉被。你看，宝贝，你看他好可爱，你看他围一个圈圈呢，他在耍宝。哈哈哈哈！把他抱在身上。睡不着。